以后就去收这个麻花虾。好。哦，搁一半，一支拖起哩，也搁袂输。拖起。一只手得捞，捞一杯米。一手得。啊，手得捞一杯拖。啊，唔忘记按中头一只得出哩。哦。捞起来。啊啊啊啊啊！哦。这个红梅开始放了还是？手下手下是得捞一杯的。哦。哦，哦哦哦哦哦哦，还是得捞一斤，先得捞一个，咱固定得捞一斤货。哦，哦，这收的不？哎呀，现在也是新鲜的面，也个连卡无嘞，就是一杯，就是那就是咧钳来个哦，这起哦，就是那哦。是这帮菜学到个，我这个店是大个，这个讲就较产车嘞，也是这帮菜学到啊。啊，你是讲咩？讲大个，讲好个，车出到大开咱这个街市。讲就是讲这个较产车嘞。车道我电梯，好。啊，搁一半哦，你去收入来哦，还是拖出来哦，注意这个小角笑，小机袂做哩，上道袂做，上道这个袂做笑哩，就是是吞吐咯，啊，你话这个是注意笑咯，啊，注意笑哩个，里头是注意咧啥物，你吐气出去，这个去收入来。那套的东西，这个哎，慢慢的，你这套去修这个，我这里我这套去修这个机器，差些，这个差些，不是这套，是这个这套的。这边跳，这边看哦。退了，退掉了，准啊，袂做你吐气，袂做发泄嘞。这袂做发泄。啊，是得提手出力才会做发泄嘞。这是吸气个。啊，这是吸气的。吸气哦。咱是吸气个。准啊，就会做发泄嘞。但是说唔免爱做的，但发泄袂犯规啦。机手出力才会做发泄的，收力也无做发泄的，收力咱是咧吸气的。啊，吸气你吸气的问题，甲一个胸骨或者胸下才会开的。你无吸气，你啊吐气出来，胸下就消落去。收只机手才会。然后你出力，你吐气去发泄的。这个咱凡俗的拍出来，一定注意。不管你是啥物机，一定是这个坐落是，一定是按手号通出来的。这个意思是怎啊？我这讲你听，就说你咧是上卡啦，你这个高级啦，高级叫做高级音差安尼咯。我按大家的咧，手号通坐落。安尼就对咯。你唔忘记按一个手安尼翘起，就通翘落去，安尼就对咯。安尼就对咯。安尼就对咯。你唔忘记安尼，再按一个安尼翘起，就通坐落去。安尼就对咯。安尼就对咯。按桥通翘落去。吐出嚟，叫人吐出，唔通去到一搭只眼底坐落来，即个只机唔是上机嘅，
好。出来还在还在这个注意扣的，就扣不能扣些牙齿的，扣这个钱啊，等于这个角度。安尼啊，这个话题注意蛮安重要的。好，话题点别说接出的，话题说贴出的。啊，哥，你收起来。我这还下点土气的，你处理下再土气的。坐落来再试试，再呢？啊，你基础的，像你要发财，就是海下的。坐落来，再收起。啊，你这个困在个后门哦，这个哦，发起个，困在这个困下，我这个是条慢还是条紧？这个慢紧。这个你做的运气，这个好做叫，这个基础已经到终点了，你几下稳定话基础了，你会慢慢托起，啊是按手啊通手落来，咋办？啊，安尼才有节奏。手啊通手落来，手啊你的心胸只有感觉说，我这个叉还是拳头，是去安尼落来。你个意思嘞？按潮啊，通潮啦，安尼就会感觉咯。即以后这个是安尼。等下坐落来，等下继续坐落来，咱叫点击啊。好，咱就叫点击。基础坐来了是非常熟悉，坐啊就对人听的。不管你什么机，非常熟悉。你要换机一阵啊。街道是唔能见，你即阵啊是这个街道要换白机咯，下做你小停多点，你就安尼起来一条船行咧，你是为阿先可以去漳州港务去游，你安尼顺顺一句刷落去，我是人来听，反正咱咧认识你，啊，啥物你有准贵有准低，有准停顿安尼，安尼就是一个。点头，注意，平常时哦，你伫咧无干哪事，就说空空咧练拳头的时阵，你就一手发出来一手八八摆，那就自然咯。哎，拳头啊，较高个。这拳头我咧家咧拍，有时是。放松，放松无注意，啊无一挂是，你有注意袂？师兄，你注意平常时就会知影。再去慢慢练。你这个头，就是拍角的头，这个插出来，开落了，变开落到边。缩起来。缩环境起来。环境起来。接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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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啊，他哩，你先将甲拳头撒动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啊哩啦。啊，甲拳头撒动，这也是平的。安尼修理起来。啊，角度上下安尼去练。记得注意，破，一定得要破甲这个红梅菜。破甲红梅菜一定会记得按扎到。脚靠会较注意，你这个咱对这个相机的加门，你这个脚步，那你可以得动它，哦，这安尼个，安尼，那就较简单。
惊卡，茫去惊地底。哦，这个睫毛慢慢过。哦，啊，就说你知影是安尼咯，知影是安尼卡夹嘞。头壳挺起，看嘴面，也可以提起来，个心态就出来。那边啊，也可以就提起来，哦，就无心态。哦，安尼就。安尼就心态加也深咯，哦，一定会记得这个是情形，啊，就是初初那边，可是其实你个手指头去帮去打，你就得慢慢练去哦。啊，啊，你有混多一条时间，因为你唔是另外的人教，你一段时间，是啊，啊，你所谓的这个焦点，人啊要考虑来面，平时才达到。哈哈，安尼一套全准安尼，啊，我用我黑的三件的，啊，我来金子。